既然选择拿起球拍，还是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场。我觉得现在自己还是就拿起球拍，还珍惜这一刻吧。真正如果自己有一天真不在的时候，会告诉大家，竞技体育你的目的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赢，争取胜利。所以在场上，我觉得自己始终还是以争取拿下比赛为第一目标。所以你要说真能够享受比赛，我觉得至少这次比赛还没做到吧。